欢迎回到好好听音乐，我是 DJ 容宗豪，在我旁边呢是陆一，要不要说 hello 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明道超边的陆一。Yes， 所以呢，我们刚刚第一个听到就是《南海》这首歌曲，所以那是你在2015年的作品嘛，对不对？嗯，这是2015年就发行的个人专辑《南海》当中的一首歌。嗯，但是也不是只是那一年写，其实你说很多年一起写的一首歌。其实《南海》这首歌的话，真的要追溯的话，2009年吧，2009年就 demo 这样出来。其实每一首歌的话都是通过 demo， 然后我们做很多不同的版本。OK， 所以其实 it's like many years， 就是累积的一个作品。嗯，所以你第一次听到它真的出来发行的时候，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在 like 你很受欢迎，因为你已经得过很多奖了。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个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平常有人就夸我，会觉得其实我不会不好意思，我会觉得对啊，我得很多奖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提的事情，因为好，我这有个 list， 就是你曾经有在得过的奖，然后我看到这个 list， 我觉得也太长了吧，就是你在很多不一样的奖有得到，就是最佳嘻哈专辑，然后最佳中文说唱专辑，还有最佳新人都有。所以你有收到那么多的肯定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在 like in 华语的市场，其实 hip hop 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趋势嘛，对不对？你收到那么多人的肯定，你有怎么样的可能动力继续写歌吗？还是其实是一种压力？对你来说是怎么样？对，你这样谈到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我之前读过一本就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嘛，他的书叫做《作为职业小说家》。嗯，他其实有讲到得奖这件事情。嗯，我其实读那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我很推荐任何有在得奖的人吗？就是创意行业，就你看像写小说或者like filmmaking 啊，你拍电影或者就这种，我觉得任何创意行业都会有共鸣的一本书。他当时就讲说，好像他其实当他得的第一个奖，不是行业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奖，嗯，然后特别有名的奖叫什么？有点忘。他是关于，但他一直没有得那个奖。嗯，所以他想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奖是对一个音乐人或者对一个作家的肯定。嗯，但是还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很真的，就是真正可以经得过时间推敲的是作品本身。哦，所以其实这个奖虽然是一个肯定，可是它不是一切。对，但很多人其实得过奖就会有一点，可能态度会变，对不对？会觉得哦，好像我真的还蛮厉害的。但是今天见到你本人，你真的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人，所以你的音乐真的也是可以听得出来，因为我听了你的音乐很多首歌了，而且我真的每一个都很喜欢，而且你的歌给我感觉很适合夜深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心事，然后你希望可以在街上就是一个人走，然后就听你的音乐当陪伴，然后就可以释放很多的自己的压力。对，你其实写这些，你写这些歌之前的 inspiration 那些灵感是来自于哪里？你刚刚讲到一个画面，就走路嘛。嗯嗯，就其实我写很多歌的时候，它从 BPM 的那个节奏来听，就是它其实很适合走路。哦，对，特别像特别是我之后有写，其实我很多歌当中有些画面都是在夜晚走路的画面。其实我记得有一首，它是就是我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印象它其实没有收录在我专辑当中，是个 demo， 但是它我当时写那个画面就是你走在路灯下，然后路灯你的影子是前后交替的，就感觉像是你的影子在做接力赛一样，的这样一个画面。你应该是那种不能认真走路，就是一面走路一面想哦，看到影子就想到可以写什么歌词。那我跟你说，你真的歌都很真的我听到我就觉得我有增加智慧，因为真的是很不是那种 like像泡妹啊还是什么那种没有脑子的歌，它真的每一个歌词都非常有深度。而且像有一些歌手我说很适合深夜走嘛，我有听一首是认了吧，还有你看那是爱。嗯，对，其实听这些歌它其实有一种忧郁的有忧郁的那种感觉。但 it's not 你不是每一首歌是这种感觉，但每一首歌真的就是很像你不一样的心情去走路的时候会预见到的情绪。嗯，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还蛮
蛮厉害的。然后刚刚就是有提到认了吧，他其实有收录在你的午夜列车上的告别这个专辑嘛。那这个我有发现你跟很多不一样的人有合作，包括我们台湾的蛋堡。所以你这那个合作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就我跟蛋堡很早结识的吧。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就 Street Boys。是透过 Street Boys 认识的吗？对，就很早很早之前。好酷哦！就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听，那个时候他正好还没有出道，听他的 Hit the Right with Devil， 就好酷，这个 group 超酷。然后我跟他聊，那时候就发觉说我们其实喜欢听的音乐风格还蛮像，就我们很喜欢听，比如说有个叫做 Sound Provider 的。很棒哎，就是像音乐上的一种搭讪。但是现在真的很多 platform 是可以，就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只能透过唱片公司啊这样的合作，但像你看你直接只是在 Street Voice， 然后一个很 casual 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做出那么厉害的歌曲。那其实我觉得之前的环境跟现在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说 hip hop 还相对是比较小众嘛，但是你跟之前比的话，已经算是 it's getting bigger 多了很多了。对啊，但是当时的话，特别是这样，就爵士饶舌更加小众。所以你整个圈子其实也很小，找到都喜欢同样音乐人也不容易。对，也是一种缘分嘛，对不对？那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 Street Boys， 你要找 hip hop 的音乐，这个页数是可以翻到底的。就你翻到底就是 like that's it， 就是很少，没有那么多 selection。Yeah， there's no more， that's all there is， 就是这样了。现在越来越多。对啊，现在你根本就翻不到底。Oh， that's good， that's good news。好，我们现在看你跟蛋堡的火花有怎么样？我们听一下《焦点》这首歌曲。电光火石的映照，哪怕略显软弱，削减不了那份劲爆，胜过白昼下的浪漫或黑夜里的灿烂，对比眼中的暗淡，不禁给予几分赞叹，感染着周围气氛是逐渐散开的光晕，缓缓地透射着如同花蕾绽开的钢印，在燃烧之前也经历过寒与火的锻造，如今完全的释放是给你和我的暗号。这世态炎凉的城市画面有点僻静，像下过暴雨之后留下冷漠的意境，用信手拈来的文字画破夜空寂静，在画龙点睛之后的话语出自即兴，饶舌界的健将，思想充满着电量，就好比光让世界变亮的自然现象，字里行间的奥妙过滤了黯然道貌，创造着亮点的我们同样被亮点照耀。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身为城市里的 highlight， 受着信徒的爱戴，但发光的不是我外在，他们相信因为改变是我们带来。当黑夜将近，光芒乍现，当我们上台时表演着日日夜夜锻炼的字句，是呼喊着口号渐渐重建的秩序，是沉住气慢慢超越严党的进度，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相信这是艺术。站上制高点，逆风展翅的强壮，背后衬着101大楼反射的阳光，黄色的东方脸孔，夕阳装扮，我让中文饶舌像史诗一样浪漫。要承受当灵感撕裂脑不疼痛，要奋斗让事业起飞脚不腾空，要成为可见不可及的亮点，燃烧后能成功穿越几千几百万光年。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 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耀武，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咱们 in the rough， 他们拒绝被雕塑，区别于他人，取决于他们那叫做地下的血统。从前是他们说的 I never knew a love her like this， 是他们说的，从这里他们 football patron 对视，从心中考悟，难免有分歧或对峙。面对舆论的雨点，他们未曾选择忍耐，未展开的局面也未曾选择等待。漂泊在城市的角落，光点小众后，即使都记录在敲锣打鼓
裤小裤交错的 beat， 想要叫做的 verse 一律道破，泡破的 flow 只能找我们，这是挑衅的意思。播下了火种是为了星火，燎原有成有零落，火花凋谢火苗被浇灭，他们紧握不回避，是身在文字疆界，苦海明灯是他们眼里燃烧的亮点。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 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我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And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我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Here we go。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And now you know。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我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枪眼的光。I need to close your eyes and here we go。我们是 highlight and now you know。 号角响起了，扬起，要我还等什么？亮点是我们，两眼是抢眼的光。 Yeah, yeah。